为信生佛不二，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众生念佛，定得往生，就近成佛，这叫信。第一个要信，阿弥陀佛跟我是一不是二啊。啊，我跟佛是一体，我念佛哪有不感应的道理啊。第二要相信佛在经上常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这个心是真心的，真心就是佛。我本来是佛，现在我念佛就是作佛。你看呢，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今天的心想专想阿弥陀佛，我就到阿极乐世界去作佛去了。我现在要想贪名贪财贪利，这是讲五鬼道。你是心是佛，但是你现在是心做恶鬼，你做不了佛啊！你还要有嗔恨，还有嫉妒，还有傲慢，那你就是是心做地狱。啊，傲慢心、嫉妒心、不平的心，这是地狱心。是心是地狱，是心做地狱。那我们现前是个什么心？念阿弥陀佛是佛心。我念念求生极乐世界，我就是心在作佛，重要啊。那众生念佛，定得往生，就近成佛，这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不是假话了。我们在没有遇到这个法门，真的这一生叫空过了。遇到这个法门叫真正得救啊！遇到这个法门不好好的学，没有坚定的信心，万分的信心，恳切的愿心，这不叫空过了，多可惜啊。愿为业力所迫，心魔揭露，如此一魔必于往生。要有这样的切愿啊，我要离开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太苦了，我们以善意待人，人家以恶意回报啊。啊，我们想帮助苦难众生呢，我们不妨先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娑婆世界我天天看到，看到这些众生什么时候回心向善，想求佛菩萨帮忙，我们再来。他这个念头不生起来，来了没用，来了增长他的罪业，这他谤佛啊，不是罪长增长他罪业吗？那又何苦呢？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要舍弃，不能有丝毫留念。我们读了这部经，世尊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一阵庄严，读了之后真想去，真想去还不行呢，决定要去啊！别人去不去跟我不相关，我要去啊！你不去我去啊，要如此一母。
必于往生。这个比喻在从前管用，在现在不管用了。现在儿子不想母亲了啊，儿子长大了不要父母了，不想从前。从前人无论离开家，无论多远，常常想着父母。这个比喻在从前有用，在现在没用了。那行为从愿起行，一向专念无有间断，这句话重要。啊，我在打妄想，自己也知道我有罪，我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妄念相续，佛号不能相续？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生惭愧心，生忏悔。啊，以上三事号为资粮啊。好比旅行的时候，古时候旅行，因为没有酒店，没有住宿，所以自己一定要带干粮。啊，要带一点钱财，要带一点干粮。啊，这是旅途上才能解决问题。啊，资粮欠缺了，便难前行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就是三个条件：真心、真愿、真行、真念佛。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正的大圆满。啊，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全看到了，全明白了，再也不会迷惑了。这能不去吗？信愿行善，却亦不苦，如顶三足啊，却亦变轻呐。却足之顶啊，是名非起。这三个条件要圆满具足啊。那么我们想想，我们现在这三个条件。有没有？有。缺不缺？缺。虽有，非常淡薄。啊，敌不过妄念啊。这是真的。每一天起妄念的时间长啊，念阿弥陀佛的时间短。啊，起心动念依旧在造六道轮回，依旧在造三途业报。那真的是干这些啊。没有放下了。啊，真放下了，什么都不牵挂了。心上没事啊，在这个世间过日子，随缘度日，什么都好，丝毫计较都没有了。啊，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念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在在处处都得到了圆满啊，都能够帮助你法喜充满啊，你没有忧虑了，没有牵挂了，快乐无比啊！啊，真正尝到法味，极乐世界的味道。啊，阿弥陀佛名号的味道啊。苏超佛云：
又复世人，虽行众善，于彼佛土啊，无性愿行呢，也名废弃。这个世间有善人，有学佛的人，啊，修种种法门呢，不是不精进，不是不努力，但是对于净宗，他缺乏信心，他不愿意往生。啊，这个呢，这是净宗的废弃，很多。我初学佛的时候，就不少的同学，啊，喜欢修密的。喜欢学法相为师的，学法相为师，他们愿意往生弥勒净土啊，都希望将来生到斗率内院亲近弥勒菩萨啊，将来随着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他们做弥勒菩萨的大弟子。心愿不错，能不能做到呢？太难了，不是你想去弥勒菩萨就收你啊，弥勒菩萨的门槛很高啊，你达不到的标准就不要你啊。要想往生弥勒内院，必须要修五重为师观，当年李老师曾经告诉我们，这五重为师观，你要是去修，认真去修，至少需要250年的时间，你才能修得成功。那你能活250岁吗？换一句话说，太难。修这个法门人多，真正成就没几个人呢。啊，虚云老和尚是修这个法门的，啊，他是确确实实到斗率天去了。啊，我还认识几个也修这个法门，没去得了。依旧在六道轮回，甚至于修行一辈子，连欲界天都去不了。你说这个东西多难啊！不相信净土，认为净土太简单了。这难行之法，幕后这一句话说得好，虽有诸过，这过说罪过，你虽然有罪过，于彼佛土有信愿行，也名为弃。你真心切愿真干，还是往生。那盈科法师不是很好的例子，他有过失啊，有罪过啊，破戒犯斋，那自己晓得他造的罪业是地狱罪，无间地狱，害怕了，怕地狱苦啊，然后知道只有这条路能救他啊，他真信真发愿，真想走，他就真去了了，是很好的意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